其实我也现在也没有觉得自己火了这种说法。就你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，你在这一个世界里面一切都是未知的。啊，就压力也是动力。哎，那个词要怎么形容？哎，sorry， 稍等一下。你去享受这个过程。把更多的快乐带给观众，这就是我的头号任务。